相机又被你们抄爆了，人家拿那个才在那边他妈做出一些不符合人体工学的姿势啊。那你要不要到后座，然后玻璃打开从那边绕进来前座这样？那我从后座拍就好了。哦，不行啊，拍不到帅气的脸吧。哎，请检最后的留念好不好？这个是要致我逝去的青春哎，这部片你要青春吗？啊，就逝去没啊，不嘞，你一定要这么狠心吗？那个我们去公馆嘛，公馆找 Ken 长，也是最后的 Ken 长，最后的 Ken 长。他之后新店好了，他就要去了。我是等不及了啊！妈的，每个人都叫我剪，打钢哎 ，everyone， 连留言，还有我老婆每天在我耳边一直叫我剪，一直叫我剪，一直叫我剪。你们真的不懂一个中年男子的心情。我不懂，还问泰山。等你中年就知道。等下泰山是不是也不剪？他原本要去剪，结果嘞？他听到你要去剪，他说他不剪。他说他不想跟你一样。你跟他讲，他想太多，他永远不可能跟我一样。说你真的想太多了，你永远不可能跟他一样的，好不好？永远都是有落差存在的。公馆是小时候常去混的地方，所以刚跟他代聊一下，哇，他也蛮熟的。戴哥以前是这个，可以报学校名，可以呛吗？可以啊，他呛了又不好听。会吗？又不是什么好、啊、中国市政专科学校、啊，我那个年代叫做中国市政，那边很熟呢。你去的时候已经没有，那边那个巷子有没有第四条路口走出来？对面现在阿寿皮鞋的那个附近的位置，他以前有一个电动店，真的少年队会去抓的，抓未成年在那边打电动。以前那种投钱 Holy Can 的时候，然后他隔壁有一间卖排骨饭，超好吃。你知道排骨饭那间排骨饭的特点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炸排骨除了用地瓜粉炸酥酥脆脆以外，它上面会淋甜辣酱。你有没有吃过排骨饭上面淋甜辣酱？我跟你讲，国中生超爱，哦，超下饭。现在对吗？倒了，收起来了。赚够了，因为我文山区的嘛，所以小时候都是在景美啊、公馆啊，我们那都是这样，先从新隆路开始。好，新隆路当时就是比较热闹的文山区比较热闹的一个街道之一，然后再长大一点就会远一点哦，骑脚踏车去景美，那时候还没有汉神，那时候叫爱买，好，附近景美夜市，好，去那边吃东西。再长大一点去公馆，玫瑰唱片，还有什么武南，应该是武南吧，还是光南？光南啊，光南哦。不是武南啊，武南是卖屁股的啊，不是不是，念书的时候都在这地方混的，有没有？然后喝那个陈山顶嘛，对不对？蓝家挂包陈山顶，陈山顶最好笑，看他卖得很秋，你知道吗？一排队，哦，我要两杯珍珠奶茶，不是哦，我们这是珍珠撞奶哦。他会这样哦？对，看他很在意那个名称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硬要你讲出正确的名字，跟那个什么妹铺茶一样，上面端端上面小妹铺茶一样，喝妹妹。哎、欸，就类似，就是你一定要讲正确的名称，你不能讲自己的。他所以他演的那个乔瑟夫演那个是真的，我有发生过的。你不能照自己的讲法，你一定要照他上面写出来的字典。看他妈不知道坚持什么，好不好？他以前没开发票，被弄到开发票，他就最后啊就收起来了。没有，人家是赚够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去剪头发了。我今天这一部本来是要很感伤的、欸，为什么弄成这样？我这两天都没睡好呢、欸。就为了头发？对啊，你这样留多久了？一年吧，昨日向那东流水，离我远去不可留的那种感觉，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感觉，一泻千里。剪去之后就再也不会再流了。我这人哦，没有什么优点，我的优点就是从一而终，说话算话。当时我就说这是最后一次留长发，留完了就再也不留，就是最后一次。我们人就是说到做到而已。那你要剪怎样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只有跟县长说我要剪短了、啊，剩下都交给他了，身心灵。好，身体上、心理上都交给他，尊重专业啊，对不对？就算他妈他把我剃成玩命军头，我也没关系啊。光头你也没差，没差啊，剃就剃啊。可是我不太想剃光头，因为干都会被说像跑，我不要，我不喜欢像别人。你已经像太多人了，那没办法。你讲一些帅的就算了，干都讲一些他妈的，干感觉差好不好？在我心中应该是要类似那种山下智久啊、长濑智也啊，啊木村拓哉不讲了，那个男神等级我们是追不到的啦。好，我们了不起就是比较二线一点的，对不对？长濑智也那一种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好歹人家也是处理过兵棋部，感觉也比较好。反正不要把我剃光头，应该是 OK。哇，你看这边还是学生很多的地方哎，很多了吧？而且今天就礼拜六，没办法，我想 K 长也超忙，我跟他敲了好久，我跟他敲了一个月的时间，从我说要剪头发，大概敲了一个月。你对于剪头发你是专情的人吗？就是都会找同一个设计师还是同家店之类的？不啊，我随便啊。你很随便？对啊。
我超随便的，我从小到大我都乱捡。我有时候路边找到哪一家，我就进去就捡。100块随便捡。我100块我也捡啊。哎，可是像有些人会很专情，就同一个设计师。我有同学，他从国中有没有同一个设计师捡到现在40几岁还同一个，然后他都生小孩，儿子也结婚了，而且那个理发师儿子结婚还请他去吃喜酒，他是想骗他红包。哎，30年呢，同一个人呢，那蛮屌的。对啊，那个人就他妈双鱼座啊。哦，那我怎么没有这样？你不一样啊，你是有那个啊躁郁症的双鱼座。焦虑症啊，焦虑症的双鱼座啊。这边有一间专门卖那个日本杂志的，我以前常在这边买日杂，你可以买到一些，我想车子的日本的也有，他有进车子的，好，当然还有一些日本流行杂志。对，现在的店很少了，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我就问你，这鞋子颜色会很凉吗？有一点。妈，我老婆一直说是很娘的女生才会买的鞋子，真的有一点。可是我觉得你现在头发蛮帅的，你可以剪短。我每天在嫌他们啊，还有我老婆啊，每天在耳朵那边嫌。那我就让你变成短发的木村拓哉。我墨镜已经买好了，对吗？蓝色的那个黑框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等我，当哎，我现在假装，我先讲，你慢用，真的很娘啊。哎，它鞋带还有粉红色跟红色的，我还没有用。阿赞，你觉得凉吗？我是不喜欢的，我是对吧？哈，所以你很凉嘛。我蛮凉。我觉得现在这种颜色，纪念一下我的头发。你不觉得现在这样很有型吗？我本来以为留下来是木村，就变成什么？你知道，长州力。长州力啊。拿摔跤。摔跤。你妈这边越来越高，你看有没有？对，然后这边就好一点点，可是还是蛮高的，很奇怪的，这边就少一块，你有没有觉得？你看这边都不见了，你看有没有？完全缺一块，有没有？就要把这边都敲掉，然后要绑清朝头啊！在路上应该没看过连留这种头的，走在路上应该蛮糗的，绑辫子。我觉得那个懒觉毛绑辫子比较屌，黑人头有没有？那你知道这些东西都换成什么？大家都记得了，换成那个。无限的惆怅，我本来想说换成那个存款簿里面的钱，可是这样太缺了，不要讲这种话，这不留了，你这剪完真的不留了，你去处理了，自我逝去的青春。所以你要懒得用？我不知道他要怎么，我都没有过问。我喜欢这种感觉，就是比如说你们看电，以前日本电视有一种节目，然后有箱子一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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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女生的屁股都，然后你要猜哪个是你老婆，然后就直接有没有？他要猜妈妈，猜姐姐吗？对啊，哦，你有看哦。你有看哦，对，现在送才有那种惊喜感，对吧？一揭晓，哇，还有一副很懊恼的样子，有没有？怎么会？哇，其实很爽，有没有？都有看过吗？还是你都看卡在墙壁里那种？这边有个洞，可不可以过去啊？有没有？通常很奇怪，就是跟那个恐怖片一样，看它的洞就是一定要进去看，一定要钻进去，一定要钻进去看那是什么，然后就卡住，一定要卡住。好，那卡住的时候，一定就会有个男生出现。还有卡在洗衣机的。哇，欸，你看不少呢哦，洗衣机都知道呢哦。上次我们来拍是不服老，对，第一集嘛，对啊。今天拍的是服老不服老不服老第二集，简称什么？服老二不服老二，干你！干，突然觉得好像我们公司老板，你知道他在讲什么？是吧？不行，讲不起，这样实在是太一般般了。怎么可以如此一般？那我今天来做一个已经失传很久的烫法，让你的头发可以卷很久，好，好不好？让你的头发感觉变多，就是变蓬。
就会发现，你看我降碳的话变多，但是他又不是要求让他们套合，对不对？他变多，很伤酒喝。看，分开的结果我很痛。那谁的？艺人小庄。小庄之前也剪这头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过他的是法辫啊，他的是法辫，他是法辫吗？嗯，是假的。你说小庄哦。对，有假的，可能我们现在在见面的时候，我也需要发电，应该不用，不用啊，就在那边挂在那边，在地铁都这样干，是吧？我只担心我自己用不完，过两天他大概看，哎，老板又回来了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妈的，就是你不要先上，跟你讲，妈的要证明一下，这样，要不然他妈自己那边乱搞，对啊，乱搞，对啊，搞地毯，哇，收工，阿呆今天最可怜。就在旁边等，被挖了一整天，被我挖一整天。好了，就这样，不错，好。然后阿呆，你再看一下我明天自己弄会把它弄成什么样子。好了，今天非常感谢，好吧？嗯，以后车就靠你了。对，我本来等他新的店开，但我真的等不及。没有，不是啊，我是等他，等我新的店开，等他送车。没有，我真的是每天被言语霸凌，霸凌到不行，所以我一定要先让他弄，等到下一次他新的店，我再去一次。没有，我新的店开了以后，他要送一台车给我。他有跟我讲，好，阿呆记起来，把它记到笔记本里面。哎，对，记得哦，来马 Ken 哈，我们就抱一台那个电动车，然后去祝贺他。干，谢谢，新的店开幕，干，好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哇，哎，这车很好，我这很像演那个三立台湾台，很土剧有没有？哪一个？随便啊，就是他们感觉就是有没有 ，only 有那种有没有？有没有这样？你讲我跟你讲，这个是恁爸弟的代理权，你是要想要提上去哦？不耐当，超像啊，我觉得，好像像又有一点像那个要打剧烈武士打。好，有没有？上面不要刷，再打我。那么会怎样？妈的，会回到我们那个年代的，就练武士打，要打就练武士打，紫禁之巅啊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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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什么西门什么？那个西街少女啊，西街少女，西街少女，对对对，西街少女，那个妈的夹克比野狼还强，对对他跟那个霍建华了，对对对，乌溜溜的时代，对乌溜溜的，乌溜溜。